幾千年嚟，一直係面朝黃土背朝天嘅中國農民，將要面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嘅嚴峻考驗。云南省墨江县是少数民族哈尼族聚居的地方，这里 99% 的土地属于山区，对外交通十分闭塞。一批志愿者专程由上海前来墨江，进行为期一年的资历扶贫工作。他们当中有医生、教师、电脑技术员、兽医。来自上海郊区金山县的兽医庄健，过去一年就经常翻山越岭，辅导当地农民饲养牲畜。农村里边的畜牧业水平相当的低，另外一个呢，在这边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一个是没办法跟他们沟通，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不会听我们普通话。庄健话：呢度嘅农民年均收入只有1至200元，同上海郊区相差30至40倍。进去房子里边，他所有的家财加起来可能就是50块人民币，一年的收入供不了一个小孩上学，他上学学费最多是100，那么都供不了，看着小孩读不起书，就在那里拿着泥巴玩，赤着脚，是吧？心很酸。庄健希望帮助农民发展畜牧业，改善经济，但是要改变农民的观念，亦都不容易。他们是把猪放在山上乱跑，满地乱跑，一个就运动量又大，是吧？消耗又大，吃的东西又吃不到，这样就让猪变成很瘦。那么要给他们把猪圈盖起来，把猪关在猪圈里边养，他们就不接受。那干嘛要把猪关起来啊？人还没住在那猪圈那么好啊。庄健只有通过示范俾农民效法，它会长得更快一些。那我们早一点卖掉，我们的经济就更划算了嘛。哦，要不然你要亏本。我们就是逼得本钱，就是农民的生活仍然困难。钱倒是赚不到，就是说真的，就是稍微有小点，就是那样。主要是现在进这个市场上，就是市场太疲软了，就是那样。同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相比，云南的贫穷落后令上海来的医生很感慨。很多疾病到晚期了才会过来看，造成治疗上很大的被动。就是前两天的一个死胎横位死胎病人，我也是从来没见过。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是在烛光、在手电筒的这个那时候交相辉映之下，把这个手术完成了。农村取消集体医疗，农民手上没钱，缺医少药的情况就更加恶劣。乡下的这个医疗条件的限制吧，很多疾病就一拖再拖。像昨天这个病人来到县里边，只带了300块钱，在上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面对墨江恶劣的自然环境，上海来的青年感到人的渺小。自然环境实际上就是说也是相当恶劣，人在这种环境里面，甚至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人太渺小。上海对云南的对口扶贫帮困，那帮困实际上是暂时的，也是怎么说呢，是有限的。
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你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你一把，但是主要还是靠他本身的。他一定要来呀、啊、我一定肯定会来的。是不是鲜花？鲜花送老师啊。临别依依，这一批志愿者预期完成他们的工作，准备回到上海。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都有推动类似的志愿者活动，鼓励富裕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到贫困地区扶贫。这种志愿性质的活动参加的人数有限，对于全国九亿农民毕竟是杯水车薪。号称鱼米之乡的农业大省湖南，农民脱贫致富的任务亦好艰巨。湖南省黄龙村一位个体户对湖南人大农业委员会主任傅学健话：靠种稻谷肯定要蚀本。村里是要贴本的。他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工业。傅学健认为，农村要致富，就要走出农业，发展工业。仁山村是湖南另一条样板村，这里农民年均收入达到9000多元人民币，亦都是全靠工业。如果单靠种地，年均收入只有几百元。没亩地，最多涨个，只涨差点，涨个3-4百斤、4-5百斤股而已。啊，过去还要跟种地劳动力去做，如果全部请劳动力做，那就是亏本。湖南另一个令农民增加收入的办法是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离开洞庭湖没几远的南岭茶厂，靠生产茶叶带动周边的茶农。他们利用科技以虫治虫，不喷农药化肥，但是茶农仍然受到天灾的威胁。去年在用个苗子呢，是不是？现在还找不到，又找一个。呢间加工桥头出口日本嘅工厂，吸纳咗当地一批农村妇女做季节工人，成为湘阴地区财政嘅重要来源，亦都带动咗周围嘅农民减少种水稻，改种桥头，增加收入。可惜农民又遇上阻力。农药、政治、发财、施工。等各方面搞得不好，日数年增一多，就是毁灭性的灾害，那就农民就是一无所有，他压得很低，我们也没办法了，不争了，明年就不争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农民近几年的收入持续下降，乡镇企业普遍经营不善，生产走下坡。湖南农村的情况亦不例外。现在我们总体状况是多数人有饭吃，多数人没钱用。就拿我们湖南省来讲，现在还有130万农民还是处于贫困状态，还没有完成解决温饱。中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希望透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我们从农民那里要拿一年要拿掉他1200亿，甚至于还要更多。这一次的废税改革呢，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300亿的农业税把它提高到500亿，把其他的那个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和乱收费一律减掉，中央财政会拉出200亿到300亿来补贴给农村各个困难的省市，但是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曾经上书朱镕基讲述农民困苦的一位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对朱镕基的数字提出质疑。第一个，农民的实际负担是不是只有1200个亿，这要打个问号。如果我们建立农民负担
合理的是2亿，如果不合理的加上去呢，要节省4亿。因为现在你按照非改税以后只保留7000万，那减了4倍了，靠精简机构和人员节约出400亿来，不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农村的债务问题，一个县以下的这个债务问题，这共是讲1亿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钱是找我们的干部借的，我现在干部跟人还在海上，我能够不想尽办法把这个钱还，啊，还出去吗？那么今后政府也好，集体也好，靠什么财力来进行维持？中国的小麦、玉米、大豆、大米、棉花和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目前的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国外农产品现在都蠢蠢欲动，希望趁中国即将加入世贸，长驱直进，杀入中国市场。要养活9亿农民，但是又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怎样能够敌得过外国现代化大农业的挑战呢？位于湖北武汉郊区大桥村的和平农业公社在2000年成立，它是中国取消人民公社后多年来第一个公然打出公社旗号的农村基层组织。不过这种公社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不同，并不是强制性，加不加入由拥有承包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自己决定。我们现在开创的农业公社，不但我们要过得好，我们要发展，而且要带动周边的农民乃至全国的农民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敢不敢创新，敢不敢思维，敢不敢做，这是关键。我们不能等待政府。组织建立农业公社的和平科技集团总裁黄崇胜，是靠办家具城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他原来是经营优良种苗，旗下的绿色大世界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农业种苗示范基地，基地聘用了农业专家，专门从事优良品种的培育开发。四川的这个也是油菜集中产区的话，现在都没有这个像我们长得这么好的苗子。根据几年的经验，黄崇胜觉得同一家一户的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的销售关系相当困难。入关以后怎么样也顶不过世界各地涌向我们中国来的农产品，从价格、质量、品种上通通抵不过。那么我们这里呢，又是小家庭的这种小规模的经营的，那是完全适应不了。他觉得中国农业要实行产业化经营，才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这都是日本引进的，对于老产品就要上规模，要变成工厂化生产。他希望透过农业公社的方式走出一条新路，摆脱家庭承包制的困局。和平农业公社而家喺京广铁路旁边呢一块小范围嘅土地上种植种苗，发展水产禽苗以及观光农业，希望做出一定规模，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大桥村一位村民觉得对自己有好处，于是决定加入。通过了和平公司，它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科技条件。种优良品种的条件，是吧？我们就考到这个问题来说呢。你比如说，我生产出来的东西霸占你以后，你要得要不得也，不要也得要。你就是你贷款，你的企业垮了，你找我买田，你要保证我的农户的这个利益，那我签合同噻。不过，他亦都唔系投入全部土地。呢一片果树林，由于价格同和平集团倾唔成，所以冇入股。我已经管理了10多年了，是不是？这个经营的成林了以后是不简单的，那我付出了很大代价，是不是？现在如果说价格低了，我当然不愿意。
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承认，他们农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和平集团带给他们生机。在二十年以后，这农田水利基本上的建设，是不是都已经遭到了破坏？再加上人民的抗灾能力逐步减少。黄崇星承认，和平农业公社现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他希望随着农业公社的发展壮大，可以用贷款、融资、上市等办法，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政府在政策上啊，这是一方面了，政策上给我们支持；再一个呢，能够在资金投入上、贷贷款呢，搞什么都可以，反正要加快速度，因为这条路，我认为是作为农村企业化来说，是必经必须要走的。其实，黄崇胜的想法，河南虞城地区早已有先例可援。虞城土地贫瘠，是长期要靠国家救济的贫困县。农民出身的张青海，十几年前靠做水果罐头起家，发展成一个有3亿资产的科迪食品集团。张青海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跟当地农民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简单来讲，叫做承包返租。樊胜利就是一个跟科迪建立长期合同关系的农户。我跟科迪的合作关系始终保持是密切。反正我科迪需要了这个苏东是苏东这一块我都给他种的了。纯收入到10000块钱，刨去开支。科迪以每亩地一年500公斤粮食的代价，承租农民的土地，再将小块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统一规划，再反包给种田能手。农民种的不再是稻谷小麦，而是芦笋、豌豆等高附加值作物。科迪还跟农民签订合同，保证收购价，以及提供种子、技术和出现灾害时候的补偿机制，令农民收入有保障。我回来以后呢，头三年不要产量，就是说收多少都是咱的。三年以后，没目的呢给公司100斤笋。我想退出的话也可以，我得提前一年给这个公司的打招呼。去年，张青海更将这种合作模式推广到奶牛养殖。科迪出资建奶牛场，提供技术，买奶牛的资金，农民承担一半。另一半向銀行貸款。生產的牛奶由科迪負責收購，再加工成各種奶製品。這十頭牛，上級給我們一半貸款，我們自己儲備一半。公司提供這個廠房，無報酬，這提倡這個服務，我們還不影響種田。对这个农作物还有好处，因为现在你喂的牛多，这个肥料就多。这一个牛收入2-3万，这十个牛呢，可以说能收入10来多万吧。我们正在设计一个很宏伟的战略发展计划，3年的时间，在虞城县嘛，虞城是国家级贫困县，制定一个10万头奶牛，也叫做奶牛经济吧，这样一个发展计划。这个发展现在势头比较好，农民积极性也比较高。张青海话：西方人均年消费奶制品260公斤，中国唔够6公斤，有接近1亿人口嘅河南更不足1公斤，因此佢而家雄心勃勃，想加快发展步伐。申病游泳式的那个小农经济，他就是说没法进入市场，没法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更不要说期望他们能打出自己的牌子。所以说呢，科迪公司不仅是一个农业经济发展这个龙头企业，同时呢，也为农民进入市场架设一个桥梁。科迪生产的牛奶是不是能够打开市场，还要看国内人口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够承受，同埋能不能够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封锁，将产品销售到国内其他地方。无论如何，
科迪带动了当地农民逐步走向小康的道路，现在成为全国150家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之一。不过正如家庭承包制拆园地安徽小岗村村长说，能够扶持农村发展的龙头企业太少了。不仅仅是我们村，包括我们镇到县都没有好的什么企业，哪个来能他本身自身就已经够他自己搞的了，他来带什么人？国际农产品市场起伏不定，亦会制约农产品出口。最近就接二连三咁发生日本限制中国大葱、香菇、南韩将中国大豆打回头的情况。涉及9亿农民生计以及13亿国民食饭的农业问题，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令人担心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负担减轻了，财政的收入相对减少了，这就增加了财政的困难。要保工资，要保正常运转，就势必造成一些困难。税费改革，我们无准生育的话，有可能税可以增加，费可能减不下来，会出现这么个局面。那么农村的问题仍然还是那么多问题，现实我们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